全新的包装设计融合有东港多元意象的东港海味 Trip 礼盒，以旅行的概念出发，这是东港这家老字号鱼松业者这次入围2024屏东十大伴手礼的明星商品。适逢佳节将至，业者期盼作为主推的伴手礼盒，提供消费者采买送礼的好选择。迎接中秋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以我们有入围2024屏东十大伴手礼的，东港放轻松，还有东港海味趣这一个礼盒，我们作为今年中秋主推，而且早买早优惠，我们一定会把银网放进去。还有我们东港是伟的故乡，还有全台湾第一座可开启式的跨海大桥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海山，东港是南部最大的一个渔村，新鲜好吃又便宜。然而店家也延续往年推出客制化礼盒组，除了可以依价钱挑选，也能指定商品，如鱼松搭配蛋卷或是海味零食套组等等，都能客制制作，另外也能代客送礼，将心意传递。我们有另外的一些客制化的礼盒，看你是要一两千块，还是要搁较俗的，拢总有。啊，你若准讲啊，你伫花莲、伫台北的朋友，你无方便去到遐，我们也有代客送礼啊，我们很贴心的哈、啊。所以如果有需要中秋节不一样的礼盒，到卫浴，你就是礼轻情意重的礼盒。业者强调，近期陆续开放中秋礼盒订购，由于越接近节日，订单都会塞车，因此呼吁乡亲尽早预订购买。而店内也有提供各式包装设计礼盒，让民众自行选购，期盼让大家都能送礼送到心坎里。记者不停方嘉龙采访报道。